然后看一下这里怎么算。那这几阶含列式，这三阶含列式，他说这含列式等于零，求 x 怎么做？有些同学说，老师我知道，把它爆开，像这里爆开好不好算？不好算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说你观察一下这一题有什么规则？每一排组成的分子有没有一样？有，它只是求顺序不一样而已嘛。所以说以后只要看这种题目，好不好？怎么做？把每一排乘上一往前加，把每一排乘上一往前加，把它加到第一排去，行不行？加到第一排去时，老师可以知道，告诉我后面这两排动不动？不动。所以后面这两排直接怎样照抄，这样行不行？把大家都加到第一排去，所以第一排变几啊？变 x 可以加三 ，x 可以加三 ，x 可以加三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麻烦一件事情，提出几？提出 x 加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把 x 可以加三把它提出来，提出来之后告诉我这排变几？一一一，使出来了。后面动不动？后面都不动，对吧？之后麻烦你一件事情 ，OK？ 来，老师，我知道这边爆开，好了，也可以，这边爆开是可以啊。但是除了爆开之外，有没有更简便方法？有，你观察一下这一排，除了这个一之外，对吧？哈，想办法把这两边都变成是零，利用这个一把这边变成是零。为什么？因为越多零是越好乘。那怎么把这边变成是零？我把这排不动，把它乘上负一加下来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观察一下，这 s 加三乘上来，这排动不动？不动。这排是几？一一一，把它乘上负一加下来，乘上负一是几？负一负一负一，加下变几？零。加下剩几 ？x。加下变几？零。这样行不行？这也是一样。一加上多少是零？负一，把这排乘上负一加起来行不行？负一负一负一，负一加一零，负一加一零，所以加起来消掉剩几 ？x。这写到这边之后，麻烦你把几啊爆开来行不行？乘开自己，一乘 s 乘 s，s 平方，这样行不行？加零，加零，减零，减零，减零。题目整个乘开四级零是出来了。来写到这边之后，老师可以知道有观念，什么观念？这两个相乘是零嘛，所以说我知道 x 是几？负三，或者是几零，对吧？好，老师为什么等于零？因为题目说的哦，题目说这个事实要等于几？零嘛，所以说我们把化简之后乘开之后等于几？零，所以 x 是负三或是几零是出来了，行不行？题目说什么？所有 x 几的总和，所以 x 有负三和几零，所以总和是几？负三。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